啊！有没有医生？救命啊！我突然不动了，医生，拜托你赶快救救他！赶快，拜托你赶快救他！先生，请问这位是？他是我的个人电脑。你们不是说只要插电的，他们都能修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迷啊？先生，唱歌没有迷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怎么收费啊？只要你是会员，除非换零件，其他一律免费。你们小心点修，要真修不好的话，你要提供我代用机。先生，修好了。你忘了装电池哦。Sorry, baby。先生，拿走灿坤3C，能当场修电脑。哦，灿坤电器医院24小时免费专线，0800-09-01-01。